本超红 AV 女优深田勇美十一日来台湾会粉丝啦，以一身全白紧身小洋装现身，而胸前大娃深 V 又开高叉，性感地带若隐若现，一出场整个电翻全场。这次来台她也大方分享拍摄 AV 的心情，表示自己非常乐在其中。但说到自己对挑逗技巧很有自信，尤其在跟男优长战时，看到他们被征服的表情，觉得很棒。更表示虽然交手过的业界男优大多是固定那几位，但次数肯定有超过千次，让现场粉丝听了叹为观止啊。而说到最喜欢的体位，深田勇美则说最爱传教士姿势，最困难的则是亚马逊体位，更爆料有部片几乎都用亚马逊体位拍了15个小时，直呼累翻了。深田勇美这次来台毫不私藏的和大家分享，只能说台粉太幸福啦。